很多時候那些遊戲轉變除了一些心態之外，其實都很受客觀環境影響的，即包括了居住環境以及一些教育仔女的態度樣樣，或者有的時候可能在今天他們的遊戲裡面都有些地方是、很有趣，或者都有一些的發展的條件的，是不是呢？這件事我其實都 挺矛盾的、我最近都經常被小孩子挑戰的，我想有兩樣東西經常難倒我的，一樣就是他們拿一些很有教育意義的遊戲來跟我談，即係譬如有啲叫成語遊戲，咁每一個故仔、每一張好靚嘅卡片咧，同時有四字成語、幾多字成語咁樣樣。咁啲僆仔經常攞嚟考我，就係你識唔識呢個成語嘅背後係咩意思啊？或者有時揞咗個四個字咧，俾個公仔我睇，你知唔知個公仔嘅成語係乜嘢啊？咁我猜十個字著嗰八個我唔識嘅，雖然我哋叫文化人啦，咁呢我原來係唔識嘅。咁其實佢哋變咗喺學嘢，今時今日咧，可能除咗學到啲公仔靚靚之外咧，真係學到四字成語，或者起碼記得啲四字成語。咁喺我哋嗰個時候，其實係我哋學中文係自己嚟啊嘛，自己嚟有個好處就真係自己嚟，有個唔好處就係你嚟唔到嘅時候就嚟唔到。咁會唔會有少少？如果我哋唔好當自己係老餅，以前一定係好，今日一定係唔好咧？其實有啲嘢我哋可能要諗諗，就會唔會今日嗰個教育可能都有啲嘢通過遊戲嗰個過程咧？是啲細路會學到的，即雖然整個過程我不會贊成，整個過程就很自上而下，很有規矩嗰種咁嘅教育。咁呢個此其一啦。第二就係我都不熟悉嗰、那個，唔知道你熟唔熟悉，就係、是、經常年青人會通過網上或者佢哋嘅圈子咧，有佢哋自己遊戲噶嘛。即學校教你一套，玩完交代完算數，跟住自己有另外一個世界，就自己玩自己嘅遊戲嘅。咁唔知道你哋有冇經驗，就係俾而家嘅一啲年青人考起你哋，佢哋玩緊嘅遊戲有幾好玩，同埋有幾特別咧咁嘅樣。有冇咁嘅經驗啊？真係挑戰啦！當然啦，考起就啲爛 get 啦，嗰啲咁其實呢個都幾有趣，因為我諗翻起我哋嗰陣時都會做好多嘅打油詩嘅，咁即係呢個我都幾懷念嘅嗰啲呢種嘅民間創作啦。但是我發覺到有趣的就是在你的爛 get 裡面其實反映出了這樣出來、而且很大程度上高比、我們當時的更加顯而的更加批判性的、這個方面就很明顯就是網上文化都是助長到一件事發生的、簡單到最近六四以及即是網上整個六四潮、以及中間佢個凝聚力可以咁大嘅，即係我哋最多叫曬成條村都十零個、廿個僆仔，佢哋可以即係幾百到幾千人都得嘅。咁呢一個會唔會係一個新嘅遊戲方式嚟講咧？我就唔係好肯定。呢、這個即係新嘅遊戲就始終梗係嗰個，即係即使佢係商業化或者有一個教會或者有人指導，但係。比以前即係頭先梁款講都係嘅，即係個資源豐富啲，同埋有體系啲，有系統啲。咁當然個體系或者系統本身係個限都有限制，但係但係嗰個資源比以前多咗，同埋有咗網絡之後接觸嘅人多。但係嗰個交友同埋係友誼嗰個長久，又我覺得應該唔夠以前嗰啲咁耐。但始終不是新一代就不知道，同埋新一代都不知道，可能他都要等十零二十年才知道。但始終網上都沒有人對人的那份直接在這裡、同時、即如果你看回就算是爛 get 那種的，其實有一種的 反抗或者反叛的制度 的心態呢，反而我覺得我們那陣又不是那麼反叛，即係我哋個對抗性唔係好大，點話係咁樣？我哋社會本身已經笑下笑下，搞鬼嘅嘢多咯，即係認真對抗，冇乜對象咯。四眼，我以前條村有啲人嚟宣傳毛澤東嗰啲嘅，即係有啲人嚟工會嗰啲，但係啲細路仔就著作啲嘢玩翻佢哋，即係話爛 get 玩毛主席，即係毛主席冇得食啊！毛澤東就富村窿啊！即係佢哋教啲外國歌，我哋就發呢啲咁嘅童謠嚟，都頂翻轉頭。但係佢哋又冇事喎，即係嚟宣。全嘅人覺得哈哈哈好笑喎，因為我哋啱啱相反，我哋係教會入嚟嘅嗰度，即係嗰陣時，我哋就係話信耶穌有得撈，信天主有米煮咁。咁其實，但即係其實
是開去環處多過抗爭的，就但係大家很開心，我都照去佢哋個團契嗰處，因為有蘋果派嘅，聽完佢講耶穌之後咁咪去咯。但係呢類嘅小趣味咧就越嚟越少咯。可能未必越嚟越少喎。如果呢個我唔知啦，我哋冇研究過。如果譬如我哋將gag 當為一個社會反叛嘅指標咧。咁gag 嘅數目越多咧，其實就表示可能壓制越大，同埋反抗越大嚇。咁、如果我哋真係有朝一日做一個社會科學嘅調查咧，可能要數我哋童年長大有幾多 gag， 而家有幾多 gag， 同埋啲 gag 如果越爛咧，我又覺得反而係一個越進步嘅表現。就係當個社會腐敗到不得了嗰時候，你唯有用爛 gag 同埋致爛嘅 gag 咧，然後先至可以對抗到呢個世界。咁有時可能唔係一種好，即係毛澤東對我唔好，我想佢富穿窿，又唔係呢一隻，而係一般地可能就係因為學校太多教育，即係連遊戲都要教埋四字成語，所以覺得人生實在太難頂，所以要靠 gag， 要靠爛 gag， 又要靠上網嗰種好秘密，但其實係全世界都知嘅方法咧嚟公開曬所有嘅爛 gag 咧，同埋跟住喺日常再傳翻。譬如我今日接觸啲細路，佢哋通常個步驟係兩樣嘅。一就先在網上草草埋埋十零個爛 gag， 跟住就翻學，第二就翻去 show off 噶啦。跟住你知唔知啊？嗱，咁噶，哈哈哈咁樣樣。咁啲人一答唔到咧，就變咗就好，即係答到或者係出題目去難到人嗰個人咧，即係除咗光榮之外咧，就呢成班人其實就分享緊呢一種，即係好似秘密組織式嘅反抗呢一種氣氛嘅東西。咁如果咁樣諗咧，其實今日中學、小學，如果個爛 gag 傳得越多、傳得越快咧，其實可能都係一種香港現有呢一種咁樣嘅社會氣氛底下，一種好特色嘅文化表現都未定㗎。啊，咁呢個其實都係一種建立社群嘅一種模式嚟嘅，只不過係透過網頁建立一個作為自己嘅語言，好似係界定身份咁樣。即係個網加小圈子呢只咧，其實都幾 powerful。逢親 gag 其實都係笑嘅一樣嘢，但係又唔係話要整瓜佢或者整到佢好絕咁。其實係我哋叫做 laughing relation 啦，即係大家嘲笑嘅關係。所以其實有時 gag 咧，亦係會創造社會和諧嘅。即係啲譬如啲人嚟宣傳耶穌或者宣傳毛澤東，我唱翻俾真係唱翻俾你聽。咁佢又笑騎騎，又唔當一回事。咁大家就會融洽啲嘅，同埋唔會覺得好高壓咁嚟宣傳我，但我又唱翻嚟聽。嗱，依家啲 gag 可能唔係會直接係傳俾少啲啦，啲小聰明，我揾你笨嗰種咁樣嘅爛 gag 過啦。但我又諗翻。譬如我哋以前，我細個嗰陣有手打遊鼠啦，我哋嗰度村好興嘅，但係嗰類係完全即係唔係抗爭性啊，或者亦都唔係即係串人啊玩人。譬如話我嗰陣係收住咗星期四做遊戲，攞把關刀切大髀，嚇到大髀爬上樹，乜啊到時炸到痛，乜啊屎忽有條蟲咁樣。冇意思嘅，但係只不過順口有個玩押韻，跟住大家哈哈聲笑，呢啲同嘅難聽又唔同嘅，係呢啲係民間玩押韻啊，民間文學嚟，係啦，呢只民間，但係呢個好似就消失咗喎，呢個真係消失咗，唔多覺有呢樣嘢，而且自己作嘅嗰啲係有啲係，到時我哋譬如就算啲電視廣告或者電台廣告，我哋都中意啲廣告歌改咗，但係改嘅時間咧，好多時候唔係話要嚟。串翻其他啲嘢，只不過變咗第啲嘢好玩，同而家嗰類嘅係有啲唔同嘅，變咗自己嘅版本。係咁係咪反映咗啲嘅心態上嗰啲唔同咧？尚待研究。好啦，咁或者講翻舊遊戲嗰度咯。咁其實夠鐘啦，得啦，補翻轉頭之後。好啦，咁或者要埋翻尾啦，係咪？尚待研究。你嚟，上代研究到你嚟。好啦，咁邊個研究先？遊戲同年代遊戲咧，其實咧仲係有排講嘅。有排講。另一方面，我哋又好小心，我哋唔好太老餅角度去睇。係係。咁或者遲啲，我哋再揾啲年青一輩嚟都講下佢哋遊戲咯。好嘛 ？OK， 唔該曬。啊死了啊歐慧蓮要不要我介紹一下你份雜誌喎，因為我被人鬧了。又拍啊你揸住。我咪講一講啫，我哋
我呢個節目係問翻現場嘅。如果大家想去攞一份雜誌咧，就係喺呢度再播落去，再播落去啦。佢再剪輯啫。有冇本嘢揸住啊？冇啊，冇帶。不過頭先同我講過啊，老闆娘會鬧我嘅。老闆娘好。喂，哦。在這個節目完之前呢，我想提醒大家這個節目呢是文化現場的頻道的節目之一，對大家如果有興趣看我們份雜誌呢，就可以上網上高看一看我們的網頁，也都會列出在哪裡可以拿到這份免費的雜誌的了。多謝大家。好 OK